偶像剧《高塔公主》庆祝收视率佳，诺云文与厉晴天等主要演员今天特地挑战包粽子讨好彩头，只是这个粽子包得有点辛苦，看起来真的很难。那个烤的脸太大。我用最专心的语文，阿嬷，你绑得如何？现在是不是八角形的？哇，真的很认真哎！最后叶子都已经破了，有没有人的叶子需要换一下的？就是换粽叶，我们现场还有粽叶吗？哎呦，有哦，有哦，拜拜哦。结果出炉，王沐雨获得压倒性胜利。看来姐姐有练过哦。Sorry， 恭喜王沐雨耶！可知可知，各位同学都真的是非常的优秀，非常的有慧眼。平常会煮饭，不一定会包粽子啊。我们是做菜小能手，对不 对？但我们不是包粽小能手、啊。对呀、啊。而且平常允文就拍戏都还会带自己煮的东西，对啊，谁会分给我们吃？包粽子这种东西真的是一门大学问，我觉得想象中这么简单的。对，我觉得同学们还有各大厨师们平时在包粽子太厉害了，厉害，手好巧，我包这么漂亮，我怎么包我的饭就是会掉出来，是我也会，然后我的叶子就会裂。莫云文更预告下一集开始会有惊人的转折。这集其实对葛丽来说是个很大很大的转折，很大哦，很大哦的转折。可是你在十一集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一些，就是哦，十二集更大，真的哦，就是会让你跌破眼镜的大。会想扁他的，还是他会想要抱抱他？好可怜哦。他想陪我讲陪大家可以期待剧情的发展。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